刀筹码泄露天机啊！全国同学，赚钱不能靠运气啊，要靠专业，靠筹码。要弄清楚多空，绝对不是用猜的啊！那你绝对搞到最后满手套了。要根据筹码啊，所以也欢迎全国同学啊！我们现在 AI 城市的时代来临了啊！我们已经把整个 AI 城市啊。可以轻易的下载，不论是啊你的笔电、电脑、手机啊，都可以下载 AI 整个城市多空清清楚楚啊，不论是股票啊买卖点，简单明确啊，每一趟都让你掌握大波段的获利行情，绝对不错过啊，不论是多空，不论是多与空啊，那指数更不要讲了，除了当冲。啊，动辄50点到100点，甚至波段，哇，那更可怕，数百点甚至上千点的行情，啊，我们待会都会把 AI 城市让大家亲眼见证了，啊，所以也很欢迎全国同学，啊，现在操作已经是 AI 时代来临，不要那么辛苦，欢迎大家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去，啊，旗鼓都让你轻松掌握大波段的行情，好，不啰嗦。赚钱要赚大钱，我一再强调嘛，买对主流嘛，哦，那当然你要根据筹码，筹码转多才是主流嘛，对不对？那筹码转空，那当然股价会大跌啊，哦，所以筹码转空的股票当然会重挫大跌，跌停破底嘛，那筹码翻多的股票它才会大涨啊，对不对？才会创新高啊。所以买对主流啊，所以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想100万变200万，200万变400万，大家都想倍数获利，问题是你买的是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只会买环球金、联发科、台积电，这样会赚钱吗？搞到最后套牢，真的啊！你要懂买主流你才会赚大钱嘛，每天你的老师只会带你买环球金、联发科、台积电，你以为这样会赚钱吗？哦，所以要懂得买主流啊，哦。那2023的主流是什么？我们从今年新春开盘已经跟你讲了嘛。2023只有两大主流：充电桩 AI 商机，充电桩 AI 商机，是吧？上礼拜很多人还在讲军工股是主流，我就讲绝对不是啊！你不要以为军工股是主流啊。对不对 ？IC 设计，我也警告你了，绝对不是主流嘛。你看今天军工股啊，同学，雷虎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几乎打跌停啊？啊，自己看一下雷虎。我在两个礼拜前，啊，我在非凡股市现场就警告了嘛，80多块已经出现什么筹码转空嘛。你看看雷虎今天跌到多少？62块嘛，所以很多人还在跟你讲军工股是主流，我就跟你讲绝对不是。那很多人跟你讲哦 ，IC 设计是主流，那我问你啊，我就给你看这档嘛，这叫什么？矽力嘛，对不对？从600多块，今天呢300嘞，同学啊，300嘞，还跌停板呢，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哦，对不对？这位是主流吗？啊，半导体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是主流。你看二月份，环球金540，杀到460，哎，是不是跌到快80块了？这都不是主流。今年主流只有两个，充电桩 AI， 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二月份送你的充电桩飞鸿，40涨到79。所以你买主流才会赚钱，甚至赚大钱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二月份送给大家电动车哦，特斯拉降价哦，会带动什么充电桩的需求，充电桩爆发，每年成长40%以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锁定跟美国大厂合作的充电桩，大格局大行情嘛。所以我们二月份警告大家，半导体要赶快卖哦，资金要转进电动车的充电桩飞鸿。重压主流，
才能掌握倍数大波段的获利嘛，是不是？那充电桩送你的飞鸿，二月份还在40、46、49、50、60，是不是？70啊，75，还差点就要80嘞，有没有预备？啊，有没有100万变200万，200万变400万？赚大钱就只有锁定主流，好不好？那拉回60多块，跟你讲，拉回还是站在多方嘛，啊，再度上攻，又来到70多块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不啰嗦，所有错过2月份充电桩的，是不是大涨一倍啊？是不是锁定主流倍数翻呢？未来谁会涨？除了充电桩，再来 AI， 对不对？那 ChatGPT 引爆整个 AI 的商机。那 NVIDIA 股价也大涨一倍，对不对？那跟你讲，生成式的 AI 就是2023的，对不对？科技的四大趋势嘛。那这档六开头，台湾首家的 AI 电商软体大厂嘛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股价过去400多块啊，去年以来一年以来哦，都跌破100啊，经过一年。在100块以下的打底，筹码震荡整理，那最重要的切入什么？生成式 AI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股价4月份跟你讲突破100元哦，第一只涨停哦，28号第二只涨停哦，对不对？再攻150，再攻160，一口气是不是强攻了将近60块？啊，10张就60万，20张120万。当然创新高之后拉回，但是拉回你要注意哦，拉回注意它的，对不对？加码买多点了啊，因为整个 AI 的商机今年正在，对不对？蓬勃的发展啊，如火如荼啊，所以这档股票拉回来的买点啊，要特别注意啊，会涨到哪里？是不是？将来会涨到哪里？会不会再突破前高，甚至更高？哦，要特别注意。所以 AI 整个产业的趋势都没有改变，好不好？那 AI 会涨到哪 ？AI 软体商机会涨到哪？拉回的买点要特别注意。再来送你 AI 商机二号嘛，八开头嘛，是不是？这一年以来，股价都在30块以下打底。震荡打底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台股呢，怎样？涨还跌啊？啊，今天台股，全国同学看一下好不好？今天有大涨吗？今天台股大盘，对不对？都在平盘下嘛。今天大盘还跌哦。跌20几点哦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买错股票很惨哦，啊，今天你买到对不对？你去追，你的老师追到什么细粒跌停，对不对？军工股，啊，是不是？雷虎，是不是啊？也搞了块跌停，啊，电子股，稳茂跌停，啊。对不对？双红哦，也打到快跌停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很多股票啊，茂达半只跌停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今天大盘并不好，但是这档啊 ，AI 商机二号，30多块，今天呢，注意看哦，又是第一只涨停，刚刚起涨，刚刚发动，好不好？AI 商机二号会涨到哪 ？AI 商机二号会涨到哪啊？所以不啰嗦，你错过第一季，张老师送你充电桩，大涨一倍喽，对不对？那2023两大主流，充电桩、AI 商机，如何跟上？如何布局？如何锁定？这未来都有大波段的行情啊，好不好？那第二季倍数计划，希望你不要错过。弄清楚，只有重压主流，
你才能掌握倍数的获利啊。哦，你满手都是好公司，对不对？联发科好公司啊，台积电好公司啊，环球晶好公司，都好公司。那你从二月份报了半天，到今天都不赚钱，甚至赔钱。所以好公司不见得会让你赚钱，主流才会让你赚大钱，好不好？错过第一季充电桩倍数获利的，第二季如何重压主流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 AI 操盘大师 AI 操盘大师也欢迎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带回去啊，跟上，不论是股票大波段行情的买卖点清清楚楚，指数不论当冲不论波段，来，我们今天好不好花点时间给大家亲眼看一下我们的 AI 程式啊，就给你看一下今天跌停板的细粒，熊同学注意看一下今天细粒跌停哦，你看一下我们细粒 AI 程式的操作，从500块翻多，500块翻红翻多，是不是大涨100多块？然后呢来到598块，598块清清楚楚翻绿转空，有没有翻绿转空？598啊，甚至四月份480再度转空啊，有没有看到480 450再度告诉你加码转空，上个礼拜还是空嘛，今天呢390，是不是又跌了100块？这要告诉你，所以今天细粒为什么会跌停？你有大户筹码，有 AI 程式，细粒为什么会跌停？啊，早在二月份，590就是空，是不是？四月份480、450还是空，那今天跌停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再来看一下，今天军工股，你看看，今天。雷虎，哎，雷虎这一波段的，有大户 AI 程式的同学拿出来 AI 操盘大师，从40块附近翻多翻红，对不对？60块附近还是翻红翻多，但是到了前两个礼拜 77.6 全部同学转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你有 AI 程式很清楚啊，从5月9号77块转空，你看看到今天获利是不是14块，那70块转空获利14块，是不是获利两成呢？是不是很清楚？都不要猜不要赌嘛。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停板的稳茂，对不对？你说哎，稳茂今天为什么跌停？来把 AI 程式叫出来，需要猜吗？全国同学你看一下嘛，还不清楚吗？ AI 程式4月19号182块，稳茂请你怎么样放空操作，转绿放空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、所以在4月19号182块，你就知道稳茂筹码转空吗？今天呢跌停，你看获利多少，是不是38块？是不是38块？10张是不是将近40万？20张对不对？放空是不是将近70多万？所以今天稳茂为什么会大跌，跌停破底？早在4月19号182块转空，所以有 AI 程式很清楚啊。那再看一下这一波段双红，你看一下什么时候做多，169块翻红翻多，是不是从169一口气涨到是不是260，是不是大涨了快100块？有很难吗？然后来到241块，全国同学翻绿转空嘛，241块翻绿转空，今天呢是不是杀到230，是不是跌10块？哦，所以像这样翻绿转空的股票你要注意哦，
还会向下修正，还有低点，还有低点。再来，今天 IC 设计的茂达，你看看，茂达在151块翻多，是不是涨到快180？是不是涨了快30块？然后175块，4月25号175块转空，今天呢跌到140，获利多少？30块嘛，有很难吗？翻多大涨30块，转空下跌30块，今天还是转空啊，好不好？力道还是空啊，要注意啊。啊那这一波最可爱的像环球金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？环球金我们在去年10月份330多块翻多嘛，到400多块还是翻多嘛，这一大涨不是200多块，然后到了2月份了，是不是跟你讲了500多块转空嘛，加码再空，你看是不是一跌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最后一次加空点是518块，4月13号，那到今天获利是不是50多块，10张是不是50万？所以张老师要告诉你，多空你都不需要猜，你只要把 AI 操盘程式带回家，赚钱都不是用猜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持续大涨的一些股票，像今天大涨的华硕，你看一下是不是270块转多啊？4月10号270块转多，今天呢是不是来到309，是不是获利30多块？稳茂今天大涨。再来最近大涨的像大同，你看一下前两个礼拜33块翻多，今天高点39块咯，是不是持续大涨创新高？再来工业电脑的五峰，你看这有运气吗？早在上个礼拜28块附近已经告诉你的翻多了嘛，今天33.4，是不是第一次涨停啊？五峰是不是第一次涨停？那你有 AI 操盘程式，上礼拜你就知道了嘛，工业电脑五峰已经翻多了嘛。再来今天一档观光股富山，哦，你看富山上礼拜是不是在60块？60块5月5号翻多，是不是涨停涨停涨停？是不是3次涨停？所以有 AI 操盘程式，5月5号已经告诉你了，3富2743，60块翻多，到今天获利是不是利扎扣？就是告诉你很多东西，你都不需要去猜，都不需要去赌。再看一下指数操作的同学，指数如何掌握大波段的获利？来看一下，来全国同学，指数看一下，你有 AI 操盘程式多空很清楚啊。来看，大家都晓得，我们从去年10月份12000多点，请你做多，有没有？14000多点加码多。4月份是不是来到15900多点？那你看这一波段这样获利多少，是不是？今天就告诉你我们的 AI 程式，就是说它不要你去猜哦，很多东西你看亲眼看，电脑都会算给你看嘛。从10月27号12878翻多，你看攻上来，全国同学攻上来，到了12月1号，你看看获利，电脑自动计算的啊，你亲眼看一下，从12878翻多获利70点，对不对？60点、100点、200，对不对？300、700，对不对？1100、1200、1600啊，1600、1700、1800，是不是获利多少？到了这一天12月1号获利2000点，电脑都帮你算了。你做期货的人，你知道获利2000点多少获利啊？吓死你了，一口40万啊。哦，
好，那你说现阶段大盘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到了四月份，15923转空，那你会做多吗？啊，同学，你看一下4月19号15923转多，到一下来获利多少？500点呐、啊！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波段的获利嘛，你都不需要去猜，很多东西是很简单、很轻松的。那短线的操作，哦，短线操作一样嘛。你看上礼拜15622转空下来200点，15450翻多上来100点，15519翻空下来，到今天早上又快100点，今天到了对不对？盘中15470翻多，尾盘上来又快40点嘛。这就是短线当冲，200点、100点、100点，哎，这就快400点了。今天又将近40-50点的反弹，啊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不论是做波段、做当冲，啊，清清楚楚，大波段行情，股票大波段行情不能错过。欢迎全国同学，啊，想成功，把专业的工具，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家。台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。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，才能看得更远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台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。好，欢迎全国同学啊，把专业的工具啊，把市场最专业的 AI 操盘大师，欢迎你把它带回家。不论股票、期货，大波段行情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今天矽力。为什么跌停？有 AI 程式的自己看一下，598块，清清楚楚，白纸黑字，筹码转空翻绿。到了上个月481块，再度请你加码空嘛。今天390，是不是跌停板？是不是波段？是不是大跌了200块，还在下杀？哦，那今天跌停的稳茂，亲眼看一下，这有什么困难呢？早在上个月182块，全国同学都知道了嘛，是不是？
有操盘工具的4月19号182块转空，到今天获利已经快40块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大涨的啊、哦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五峰是不是5月3号28块翻多？今天的五峰呢，是不是第一只涨停？是不是第一只涨停？对不对？哦，今天五峰是不是第一只涨停？所以多空清清楚楚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凹。那三富呢？是不是一样嘛？在5月5号60块翻多，你看看到今天，你看看到今天，三富是不是再攻涨停？所以筹码翻多 ，AI 城市转多的股票今天照样涨停嘛？筹码转空的矽力、文茂今天照样跌停嘛？所以你都不要去猜，不要去赌。好不好？那指数操作也是一样啊。从4月份15923转空到今天，是不是又将近500点的行情送给你啊？哦，指数目前还是向下修正的结构，好不好？整个大波段啊、哦，还是持续的向下，好不好？所以欢迎全国同学啊、哦，今天是 AI 城市的时代了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起股翻倍操盘法。把专业的工具，把 AI 操盘大师带回家，不论股票买卖点，简单明确，大波段行情绝不错过。指数不论是当冲30-50点，波段好几百点甚至千点，好不好？掌握大波段行情 ，AI 操盘大师带回家，跟着一起把握，啊，大波段行情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